今天是3月3日，1941年的今天，日伪军调集1000余人，开始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濮阳东南地区进行疯狂的扫荡。濮阳地区的广大军民奋起抗击日军扫荡。1931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以来，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，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大屠杀。1941年3月3日，日本侵略军第35师团及伪军一部共1000余人，扫荡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濮阳东南地区。同年4月12日，日本侵略军第35师团、独立混成第1旅团及伪军共10000余人，在100余辆汽车和坦克的掩护下，对冀鲁豫边区濮阳以北、内黄以南的沙区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。从内黄到清风、濮阳一带，敌人实施合围，企图消灭八路军第2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机关。4月15日，八路军第2纵队第4团第2营被日本侵略军包围。第2营突围后，转至景甸东北永建，又遭敌人2度合击。最后，除第5连脱困外，第6、第7连指战员全部牺牲。第2纵队主力在杨德志司令员率领下，向东南突围，转至濮阳西北后河一带。渭河大队等地方武装虽略有损失，但均成功地摆脱围困。但是，日本侵略军并不甘心，他们为了消灭八路军主力，于4月16、17日又对沙区进行反复合击、反复搜索，仍未发现八路军主力。日本侵略军气急败坏，随即大肆乘凶施暴，将以南漳浦、薛村为中心的141个村庄烧毁，杀害群众3400余人，烧毁民房10000多间。4月18、19日，日军由沙区中心区向沙区南北边沿地区合击，但八路军和领导机关已提前转移，日军再次扑空。20日，日军被迫撤退，结束扫荡。在此期间，日本侵略军除在濮阳地区进行疯狂的扫荡外，还在河南多地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大屠杀。据档案记载，从1938年至1945年，侵华日军在河南进行清乡和治安强化，对抗日游击队活动区实行蚕食，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杀光、抢光、烧光的三光政策和囚笼政策，以及枢毙式大扫荡，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恶行。